Hello，我是白雪。白雪，这就叫做今天的天气哦，回暖一点点，秋高气爽哦。然后天气非常好，我们要去买一些美食呀， yeah! 赶快呢，就是哦，假日来拍个哦，外出采买的小废片，此废片非呼吸之废片。我时间咧过真紧，一工一工。一礼拜一礼拜咧过，我会记我，我记我顶礼拜嘛是来买这呢，哦，高铁，然后大家也都非常辛苦的在这边排班，哦，天气还不错，白龙雪呢，穿个水水，对啊，穿个水水给做赞呢，好，哦，进来了。然后先来提一些 money money， 瞬间完毕。这一次就很好选啦，这个两份，两份，然后这个一份，葡萄汽水一罐，自备环保袋，出来啦。来看白龙雪买了什么？买了这些东西，两罐汽水，还有这个，祝同学们假日愉快。